将冲破命运的囚笼。将亡灵吹起浓吞着你逆流而上的路，剑影巨大人我对长河留住那浪潮汹涌，一宿奋战殊死守卫着苍生。
怕永远都醒不过来，以后这种方法少用。知道了，夭夭姐。不过经此一役，倒是让我的境界就去看看苏有威吧，他似乎遇到一些小麻烦。我知道被前辈看中是我的福气，但我不能去。殿下，你醒了。就是因为这小子吧。曾经的圣龙起落，不过在他身上我隐隐感他是已有自己的缘法，我不宜插手。对不起前辈的好意了。你这倔丫头，你可知天底下。前辈莫急，有位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风寒对老夫胃口，老夫想带他去更广的，我把你也带上。前辈能够看见现在的我，会不是殿下苏有为，绝不是现在的样子。有为，当年的举手之劳，并不是把你束缚在我身边的，希望你能够获得更好的修炼条件。可是殿下，放心吧，我们一定会有再见的时候。和穷乡僻壤的殿下而感到丢脸。不过大州府，在初中的天骄，在我心中，殿下，以后。你会来找我吗？家啊，我他放心，那是自然，想法给你。但却可以给你一道指点，如今已是天官境后期，而且他境强者，与他相比你的战绩水分。不会只是敲打我吧？影响九天，一直偏安一隅，只会限制眼界，消耗中。前辈是想让我走出大周？很久以前圣穴落处化为圣迹之地，无数天才竞相争夺，只因若能护住圣机，未来说不定还能凝结圣者奥妙。那对你太遥远了，整个世间能够如今圣迹之地开启在即，苍茫大陆上为此做准备，因为一旦夺得那大造化圣宗，你所处的这方天地名为苍玄天的主宰，你们只是旗下的老。如果那造化落入了五皇手中，你将来不过以你现在的实力，想跟他有着胆魄对这份大造化生出一份。前辈都，那就真是愚蠢到家了。好魄力着，圣迹之地还要半年才开启。应这是你若能在圣迹之地脱颖而出什么，若是你泯然众人，也就不用圣迹之。明日我就会动身，我可没你那种气力。你若是能够得到那圣迹之地中的造化，也不必然是属于我的。别太狂妄了，可都是苍茫大陆的年轻天骄。可惜我还真想和这些人物好好较量。真是没有半分道理，你我同胞而生，为何是与你相齐？如果这是我对你的忠告。你是指周元那条废物？他也配？但沙皇朝天靠的只是外物，如此算了，你去准备你的吧。明日我不知何时。武瑶，我会让你。这世间唯有你我最契合。周家圣母，你要真能再次爬起来，那我就再。好，取人即空，必先毒飞。你的必经之路，父王和母后等着你一飞冲天，速航。